Hello， 大家好，朱春露。如果中意住靓酒店嘅你，一定要留意啦。银河娱乐集团啊宣布佢哋最新嘅酒店澳门安达仕啊，嗱睇到呢等系啦，将会喺9月15日开业。呢个酒店系最近喺澳门银河落成嘅银河国际会议中心嘅一部分。嗱，我先前都去过睇展览啦。澳门安达仕酒店系以休闲同商务客人为目标噶。開業之後將會成為全球最大規模的安達仕酒店，擁有超過700間客房和套房的。它將會成為第八個進駐澳門銀河的酒店品牌，成為這個綜合度假村第三期擴建項目的一部分。澳門安達仕的獨特設施包括專為大型會展和獎勵旅遊團隊的登記大堂、走廊、酒吧、餐廳，以及配有最先進設備的24小時健身中心和長19米的室內恆溫泳池。酒店的室內設計將氹仔舊城區昔日的風貌融入當中，希望向舊城區的經典建築致敬，俾賓客唔覺對澳門的歷史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酒店仲包括多樣化的藝術收藏品，其中最引人入勝的必定是澳布廊。在精心設計的梯級上面播放著過百段的影片，展示了澳門的多彩景象。餐飲包括安達仕廚會、安達仕酒廊都非常出色的。澳門安達仕酒店是隸屬於海悦酒店集團旗下，是全球28間安達仕酒店的其中一個成員。如果有機會大家住一下，不過應該房價都未必便宜。好，這一集看到先，大家想支持我的影片，可以截圖二維碼，多謝你們。